来两次我都拆建箱了。我把钢铁接石包、烧炭、做叉，来我把安度装，那是听我爸做。来做到你喊我今年我95呢，哦，我很做些，我都来讲莫做咧，哎，你做惯了哈。我在小姑，我丢出来真厉害了。哦，你要小姑哎，小姑哎，让我要。四只个跳龙，一四只个，一四只个跳下来。哦，这石头，这有印象。这绿绿的石头是草地板，这好开的草窝板。这四只个，这体会流出来，这介绍古唔系。这可以说假石，也是假石。这石包也是简单，也是没见线路的哈哦，自家建的，是没几张了哦。自家安因呢做个观念，就安因啦哦。基本因俺身体也没几自然，很有自然哦。也个规矩上学而做到来，也办路而当好来，哦，线路而建好来。一层一层的结，哦，一盖盖长不长？一抬脚的哦，哎，你说粗大呀？你啊后背，专门哦削削骨啊，莫削奶啦。你啊哦，这长会乌脱啦。这些削骨，我抬脚、细脚，跌落去，你啊石头。我平呀，一下都平开，一下是哦喏，快粗了。下水要知道，高矮下水是好软，好矮矮下水蛮软。一个观念啦，吼，快粗下下，一个规矩为低，做差个双靴，少穿个双靴，更重个双靴，一穿破地呢。你要讲哦，喏，舒服。